520富婆居然送我这个。马上就可以呀、啊！就马上520吧，我给你个惊喜。行啊，礼物交换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一个乐高的积木跑车那种，机甲外观那种。呵，就一个积木啊！啊，那走，现在就买去。现在就买，走走走。啊，我要个这个吧，这个。行。哎，买个哪个？啊哒哒哒，回家喽！哎，你说现实有没有像那种机甲外观的汽车呀？有啊，更何不就是吗？我也蛮喜欢的。你有钱给我整一辆噻。我等我有钱，那你等着吧。那我现在就只能送你这个。好看，给你戴上，好看吧？好看，好看。看哪儿来的钱啊？这不就是你平时给我的零花钱攒的吗？爱什么水钱？没关系啊，我那在反正在你家蹭吃蹭喝的，又没有什么花的地方。走吧，回家。我以为这就完了之后，夏夏，啊，快下来，给你看个东西。啥玩意儿啊？快下来吧。好戏开场。咋了？这么着急干啥呀？看啥呀？这里。啊？啥呀？这是这啥呀？这门怎么是这么开的呀？这个开的，这还有爱心呢，这咱们上去看看。啊啊，好，踩刹车了。这真的是机甲风，好像那个乐高。喜欢吗？喜欢，当然喜欢了。不是。520快乐啊，谢谢阿香。